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二十面倒数第四行，从三德这看起。三德：心净秘密圆融观。言心者，为无碍心，诸佛正知已成法身。净者为无碍净，诸佛正知已成净土，为如来报身，即所依净土圆融无碍。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六观，这是第三观。第三观跟我们讲圆融无碍啊。心净秘密，在佛法里面，秘密两个字是讲的深秘、奥秘。佛法里面没有秘密啊，秘密就不是一桩好事情，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佛法里头没有。但是佛法里面呢，无论是理是事，理甚深，事深广无尽，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像我们前面讲到，一体二用三变，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七地以前的菩萨都见不到，啊，太危险了。今天科学里面讲，啊，宇宙的起源，佛法里面讲啊，是震动，现在的名词叫波动，这个波我们把它视为心波啊，起心动念的。我们一般人能感觉到的起心动念的，这个念头很粗，这个波动啊是相当大的波，不是微细的。微细的波动我们无法觉察啊，我们用仪器来探测它，有没有办法探测到呢？没有办法，
为什么？仪器本身也是波动。怎么知道？物质现象是波动产生的，精神现象、受想行识还是波动里面产生的。你自己本身在动，你怎么能探测到那个震动的源头？啊，佛法讲这个微波的，啊，极其微细的这个波动，就是阿赖耶。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稍稍有一点研究的人都知道，阿赖耶有三细相，啊，三种很微细的相。这是世尊常说的八地菩萨能够证得。第一个相呢，就是极其微细的波动，就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样，啊，佛问弥勒菩萨，他们两个一问一答，是来说给我们听的。啊，佛问弥勒，就心有所念，我们心里就起了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管是善是恶，你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很粗啊。那粗的不能再粗啊！你看你这个一起念头，你就知道啊，这很粗的念头。佛问呢，这个念头里面呢有几个细念啊？多少微细念头组成的？啊，有几个相？有几个实？你看，这不就问出阿赖耶了吗？那个动啊，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相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实是阿赖耶的转相。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啊，最初有动，一动，现象就发生。啊，所以弥勒菩萨答复佛陀说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了，一弹指多少个念呢？32亿8000念，那个单位是百千，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讲320兆啊，这一弹指啊，那现在我们的学术界里面都是用秒做单位啊，讲这个时间的时候都用秒做单位。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们弹得快，大概弹4-5次吧，就算4次。4个320兆啊，那么你就晓得这个时间是多么短啊！一秒钟算4次吧，啊，4弹指吧，1280兆，对，一秒钟啊。1280兆分之1秒，一个念头，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多少个念头呢？1280兆个念头，细念。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所以，仪器探测不到，
一切是行。阿弥陀菩萨说，念念成行，行就是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是波动产生的啊，行皆有实，只要有形状它就有实，就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这就是佛家讲的这个那个微微的波动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实无明啊，也说呢一念妄动啊，这个一念就是1280兆分之1秒那个念头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啊，这个秘密就在此地啊。啊，这个不是什么神秘的，是太深了啊。那么佛怎么知道的呢？佛是用定功知道的。佛家讲修心，修清净心啊，到八地菩萨那个心真清净啊，这个极其微细的波动啊，他感受到了啊，那么9地、10地、11地就越来越清楚，8地是刚刚感受到，有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从事上讲，这是科学，科学拿证据来。8地以上的菩萨通通亲身感受到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动，动是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一动？那个没有因，第一个没有因啊，这一动就现象了啊！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这佛法讲嘛，自信嘛啊，自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可是精神跟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变出来的啊，怎么变的呢？只要一动，它就现象，不动它就不现象。所以佛家呢，常常把心比作水啊，水我们常常看到啊，水不动的时候就是自性清净心，比喻自性心，它能照啊，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对外面事情照得清清楚楚，叫照见。可是一动呢，它就起波浪啊，动得很微，有微波啊，它为什么会动呢？那是风吹它动的嘛啊，风是境界嘛啊，境界风动，那风越大呢啊，它动的幅度就越大啊，小浪、中浪、大浪、巨浪，就出现这些现象啊。所以宇宙怎么形成的？宇宙是波动形成的啊。这微微一动呢，现象呢，这个象还不错啊。这个象是什么呢？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啊，我们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看到了啊，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叫净土啊，里面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居住在那里面的人都是善人
那里的居民绝对不会有一个恶念。这个恶念是什么？分别执着。绝对没有。连妄想都没有，这是真的。如果要起了妄想，起了分别，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就变了。十八庄严陀就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设法界里都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就变了。如果从分别里头又起了执着，那这个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又变了，变成六道，变成六道轮回了。六道里面有善恶，如果你有善念、善行，四圣法界变成人天法界；如果你是恶念、恶行，那就变成畜生、恶鬼、地狱。这大风大浪这三恶道啊！这是佛告诉我们，宇宙起源，设法界一正庄严从哪来的？不离自性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个叫秘密。从理上讲，它是哲学；从事上讲呢？它是科学佛与大菩萨华严会上化身菩萨了，他们都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的人破无明是什么意思？无明就是起心动念，破无明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诸位要知道，起心动念都没有，当然就没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时候他不再六道了。诸位要晓得，六道是执着变现的，不是真的，是假的，执着变现的。我对于事出之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一点不执着了，跟诸位说，六道就没有。六道没有了，什么境界现前呢？就是四圣法界现前了。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升级了。那个里面的人肯定没有执着，但他有分别。如果把分别断掉了，不再分别了，他在四圣法界里面就升提升了，从声闻缘觉提升到佛菩萨。他再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他到一真法界，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土。他到那去了，他还没有还原，
到还原的边缘上，还没还原。为什么？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这个诸位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你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呢，你就不会偏差，啊，不会走错了方向。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虽然我们做不到，啊，可是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这些话要常常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善忘嘛，境界一现前马上就动了，那起了什么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是非人我全起来了。这个东西起来之后麻烦了，这是六道里面的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念头啊，那你将来感得的果报啊，是三恶道啊，你人天都没份呐！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来干什么呢？这个总得要清楚啊。啊，佛教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我们来到世间只有一个目的，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望尽还原了。啊，那我们就没有白来了。啊，像上学读书一样。我们上学读书为的是什么？升级，年年向上提升呢。小学升到中学，中学升到大学，大学升到研究所。啊，把最高的学位拿到，最高的学位博士，在佛法里面就是佛陀。佛陀是最高的学位。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世间这些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没有办法了，比得恰到好处，做不到的啊。那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佛性。那拿到学位有什么好处呢？拿到学位是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佛法常讲啊，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教导一切众生啊最高的一个目标，不是教你什么办法才，是教你离苦得乐，离一切苦得圆满的乐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说的，破迷开悟是从因上说的。啊，不迷苦就没有了，觉悟乐就圆满了。这个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习的终极目标啊，不能不知道啊。迷悟苦乐，
说到究竟，那都是极其深奥。神秘啊，可是它毕竟是一体，一体就是圆融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要给我们说明啊，心经秘密的圆融。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下面，贤首大师给我们解释：言心者，为无碍心。就讲那个心，讲那个境啊，心，我们现在人讲精神；境呢，我们讲物质啊，宇宙之间万事万法，把它分为这两大类。佛法叫心法，叫色法啊，境就是色法。现在的学术把它分为精神，叫物质，啊，心法是精神的，境界就是物质，啊，阿赖耶的见分跟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见分是心法，相分呢就是境界，心呢是无碍心呐。啊，诸佛正知亦称法身。这个地方的诸佛，是华严经里面从初住菩萨到妙觉位，这个诸佛是指这些啊，不是讲很多很多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总共是42个阶级。你看舍诸舍位舍行舍回向舍地，这40位上面有等觉有妙觉，等觉等于妙觉，等于当然不完全是啊，很像啊，还不是啊，为什么呢？他还有一品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只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断掉之后，他就成为妙觉了。妙觉是佛的果位，妙觉以前呢，这都还称菩萨啊，称为化身菩萨啊，他们是真的化身的菩萨啊。既然是真的化身的菩萨了，我们也可以称他为佛了，所以称诸佛。天台宗智者大师他给我们讲六种佛，叫六级啊，他说佛有六种。第一种呢叫理即佛，从道理上讲，从理上讲啊，那我们大家全是佛。释迦牟尼佛常常说嘛，华严经上也说很多次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的啊，从佛性上讲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既有佛性那就都可以称之为佛，
所以这是理，从理上讲的。啊，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现在迷了自性了，我们没觉悟，迷了啊，迷得很深呐、啊，迷的时间很长啊，啊，所以迷了才出现十法界，出现六道，啊，出现四圣法界迷得轻，出现六道的迷得重，出现三途啊，那是迷得最重。啊，是这么回事情，要搞清楚。啊，所以从理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啊，畜生也是佛，恶鬼地狱也是佛，没有一样不是佛。啊，这第一个。那第二种呢，叫名字即佛。那什么？我们凡夫初学佛。啊，皈依了，初学佛。啊，所以初学佛呢，实际上还是凡情未了啊，啊，业障深重啊，啊，名字是有名无实，啊，名字即佛。啊，这个不管用的，这个从前李老师常常教给我们，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为什么你还造业吗？啊，不知道忏悔吗？啊，虽然学佛功夫不得力，这名字为啊，第二种。第三种叫观行即佛啊，观行，你看我们这里讲啊，望见还原观呐、啊，啊，那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用这些名词注意不好懂，观行就是功夫得力。啊，来生呢决定向上提升，不会往下堕落，功夫得力了，要观行啊，你真修行啊，真干啊，啊，可是观行未终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也就是说，你能够提升到天道，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你没办法出去。如果再往上提升呢，从观行提升上去，叫相似即佛。哎，你看看，虽然呢，它很像啊，很像佛啊，哎，这次你从外表上看，你就看不出来，哎，它真像个佛，可是内心呢，内心还是用阿赖耶，还是用妄心，它不是用真心，啊，所以它相似。啊，相似即佛，相似即佛在哪里啊？相似即佛在四圣法界，出不了十法界；观行即佛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叫观行位也，相似位也，啊，这是出不了十法界。啊，什么时候出佛？真的佛了，不是假的。分正即佛，啊，他真的是证到佛国了，但是他没有圆满，
啊，像正的一部分。啊，大师用月亮做比喻。啊，他说这个，观行即就像水中的月亮。如果晚上看到池塘里面水中月亮的话，那是相似，不，那是观行位。啊，得不到受用。他说相似位呢，相似位叫夜目所见。啊，楞严经上佛举的例子，我们把眼睛用手指啊，把眼睛按住，哎，你看就出现两个了。你看月亮呢，你这样子按一下的时候，就看到两个月亮，那什么焦点变了，两个眼睛过见到一个月亮，到底哪个真哪个假呢？两个都是真的，都不假。啊，这个叫相似啊。啊，相似啊！那真的看到月亮呢？啊，真的看到月亮，那就是分证即佛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但是分证即佛了，有人看到是初三、初四的月亮，有人看到是十四、十五的月亮，那不一样啊！啊，分证即佛了，就是满月之前，你看。你从初一没有月亮，初二是个月牙，啊，那月牙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像这初华严经初住菩萨，他看的是个月牙，那是真的，不能说的是假的。啊，到究竟即佛呢，那是受不得满月。啊，所以这是真佛，啊，告诉你说，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都是真佛，这个住佛就是说这个啊，分证即佛啊，所以它有42个阶级，每一个阶级圆满程度不一样啊。大师很有智慧啊，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在那里体会啊，能有清晰的体会。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要产生误会。啊，我们在学习这部经，讲习里头啊，常常跟大家做报告，必须要晓得，分证即佛，你要晓得。他起心动念断掉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初住菩萨，他跟究竟果位上这个佛，那个佛也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差别在哪里？所以智者大师的比喻让我们会产生智慧而产生误会。你想想看，那初二初三的月牙跟这个十四十五，十四是等觉，十五是妙觉，有很大的差别，光度差别太大了。而初住菩萨了跟等觉妙觉实在讲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就以初住菩萨来讲，经上讲得很清楚了啊，他有能力跟诸佛跟那个究竟果位上的佛啊，能力是相同的，在法界虚空界里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跟果觉没有两样啊！啊，唯一不同的是他带的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有后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无时无名习气呀，不爱死啊，不像我们这个月亮的时候，初二初三的时候，它真的不一样，它真爱死啊，它光度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你要晓得，破无明正发生之后啊，跟果觉没有两样啊。那么无始无明习气要怎么样才能把它断掉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境界里叫无功用道啊，随他去，时间久了慢慢就断掉了啊。你不能用什么方法，你看你要一用方法，你不又起心动念了吗？一起心动念马上就堕落啊，所以他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断了啊。那要多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讲的啊，对什么人讲的呢？对明心见性人讲的，也就是说对那些不起心不动念的啊，破无明正法身那一天算起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无始无明习气通通没有了，断尽啊。这一桩事情我也曾经做比喻说过啊，这是古人老的比喻啊，我把它重新说一遍。古人讲这个习气，习气不好懂啊，古人用酒瓶做比喻，酒瓶是盛酒的，把酒倒干净了啊，把瓶子洗干净，里面确确实实没有酒了啊，干干净净的，一滴酒的也没有了。你闻闻酒瓶有味道，这个味道怎么样把它除掉？除不掉啊，没有法子除啊啊，只有把那个瓶子盖子拿起来啊，不要盖上，把它打开，你放在那个地方，你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它自然没有。这叫无功用道啊。所以初住以上菩萨他们自己修行没有了，自己修行的时候那就是随他去了啊，决定没有为自己的念头。金刚经上说的那个境界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啊，不但是四相没有了，四见也没有了啊，决定没有我的那个念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决定没有了，啊，决定不会起心动念，啊，原教初住以上，不起心不动念，啊，它跟常寂光净土有什么差别呢？是在讲。常寂光土没有相，十宝庄严土有相，因为它有无明习气没断，它有相。无明习气断了之后，相也没有了，那就变成常寂光土了。啊，常寂光身土一如，啊，也就是说，那个境界里面是圆满的自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在什么地方呢？变法界虚空界。啊，离开常寂光，一法不可得。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常寂光现出来的。这唯心能现。为时能变
啊，心就是常寂光，识呢就是阿赖耶。阿赖耶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样东西啊能变。你看，能把常寂光变成十报土，能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能把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地狱，它会变。啊，这个道理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啊。我们在学习经教的时候也读到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介绍毗卢遮那佛的化藏世界，也为我们介绍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我们可以讲是纯善纯净啊，没有丝毫不善啊。那个世界跟我们今天的地球有没有两样？该说是没有两样，都是心现识变的。那为什么我们苦乐程度差这么大呢？这么大的差别呢？那最明显的，我们这个世间都有生老病死，人家那里没有。啊，那个地方的人全是无量寿，真的无量，不是假的无量。那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是都不能跟人家比，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为识所变啊。所以佛跟我们讲了，人家那里的居民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居民造作不善啊，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十恶业，严重的十恶业啊。那我们是十恶众生聚会一处，那我们的心行不善。善活大地，这个诸位知道，他也刹那刹那在变呢，他不是永恒的。那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世界有成住坏空，啊，他也天天在变，啊，他的变靠什么呢？靠我们居民的念头，我们的念头善，它就变得非常美好；我们念头不善，啊，它就变得很不好。啊，这一桩事情啊，你看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诸位看到了，啊，真的，你看水懂得我们念头，我们个善念，你看它变得很美的图案给我们看。我们起个恶念，他现那个相就非常丑陋啊！这证明是什么？证明整个宇宙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有机体啊，整个宇宙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所以天灾人祸怎么来的？我们的心不善。我们的念头不善，我们的言语行为不善，感应来的。
啊，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啊，水灾是贪心感应的，啊，火灾像现在地球温度上升，这就属于火一类的，嗔恚感的。你看人一嗔恨心，一发脾气，火就上来了，啊，脸就红了，就发烧了，这么来的。那风灾呢？雨迟，啊，雨迟感得风灾呀，不平，怨天尤人，赶来的是地震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断绝掉啊，不贪不痴不嗔恨啊，不傲慢，这个傲慢就是不平啊，这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外面的境界要知道啊，境随心转啊，大环境如是，小环境更如是啊！小环境现在的人为什么多病呢？病为什么那么多啊？啊，病，佛经上常讲四大不调，四大不调不是地水火风吗？啊，我们这个傲慢心生起来了。啊，高下心生起来，地就不平了，地出了问题了。啊，发脾气了，嗔恨心生起来了，火大起来了。啊，贪婪，啊，水大起来了，愚痴风大起来了，对吧？这是什么？四大不调，你身就生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听佛的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百病不生呐！啊，我自己身调好了吗？你怎么会害病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我们自己本身不会害病，我们居住的环境也不会异常。啊，也就是这个异常，就是我们讲自然灾害呀，绝对没有。啊，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这佛法这么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人说它是迷信，说它不合科学，那麻烦大了。啊，那就看到我们众生的病苦，啊，病苦今天最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啊，啊，最近这个时期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瘟疫啊，禽流感呢，什么猪流感呢？啊，我相信你们同学这些资讯呢，比我知道的多啊。啊，我平常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所以很多这些是信息我都没有啊，可是佛法把这些道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只要自身身心调和，你看这里讲的是心境圆融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就变成华藏世界啊，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个个都成了化身菩萨了。啊，文里面讲到无碍，
我们也特地把有关的经文啊，那讲的太多了，我们略举一二种啊。首先，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讲的“二无碍”啊，两种无碍。第二呢是智与尽无碍啊，智慧，智慧是心啊，心尽嘛。用智慧我们就更容易体会啊，于尽无碍。尽法界之理，为菩萨以平等智正于法界之理，离世融通啊，故名智慧。于尽无碍啊！这里面所说的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智慧跟知识怎么样区别呢？智慧是自信清净心起的作用啊！你看《心经》里面讲的，这大家常念的“观自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般若波罗蜜多时”智慧啊，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呐、啊，五蕴是境界、啊。